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找不到停车位，居然把歪脑筋动到旁边机车，一阵左拉右推，成功瞧出一个位置。机车停到车位，然后被人家移开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硬是往前挤，也不管原本停在车格的机车吃到轿车车位，害车主无故挨罚。超不服气，为什么我好好停在停车格内，我被开单了，然后我要去缴这个罚单？22号上午10点多，曹小姐把机车停在台北松德路，却被对方擅自移车，害她收到一张停车车种不依规定的罚单，恐怕挨罚600元，气炸提出申诉。很挤了，然后就移到红线，然后又被开罚单，就这样不太好，一定会缴掉。没有证据说就是谁帮把你的车移动，会觉得比较没水准啊，就是他只顾他自己，对，然后他不在意别人的机车。网友对这样的行为同样拒绝买单，惊呼还真的有这种人，记得拍照以免移车受罚。如果把别人的车移到违规的地点停放的话，也可以提出强制罪的提告，毕竟别人有错在先，别让自己成了冤大头。记者黄天耀、吕欣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